方一筹莫展之时，买主范满突然从背后袭击。哎呀！眼看冲突即将升级，村支书当即呵斥范满，让其余村民将其拉走。或许是害怕吃官司，警方随后在带走被拐妇女时，竟没遭到村民阻拦。可就当警车即将发动时，买主母亲却突然发难，她瘫倒在车前，不断呼喊。村支书害怕惹事，当即上前劝阻，将范母拉至一旁。被拐妇女王玉芳终于在警方的救助下脱离苦海。其实当时的妇女拐卖屡禁不绝，即便是警方进村解决，也遇见了重重困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如今拐卖妇女已经少见，但危险却没有完全离去，女性朋友仍需要谨慎提防。